我跟你讲，刷岛民真的是会想要发疯了啊！是桃子岛，有很多的桃子，杰克一定会在这里的。啊，我要桃子！我们来摘几颗桃子，再来去送给杰克吧。我想杰克应该会喜欢这些桃子吧，好可爱的桃子哦！杰克应该会喜欢。为什么不是杰克？可恶！可恶，可恶，不是杰克！啊，气死我了！我要把这里的地板都挖爆！为什么是你？你这个狐狸精，是不是把杰克藏在哪里？素反真，你叫做素反真，我还素还真了！可恶！看我用杂草送给你，我把杂草送给你。可恶！我要在你的身边都种很多的杂草，看你怎么样！哈！你把杰克放到哪里去了？气死人了！看我在你四周种杂草，不要不看我！你给我看我！把杰克给我还来！这个变态的小三女。唐里德，你带我来这什么岛？你带我来这什么岛？小三岛。你看那个眼影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，还让我在这里不爽的这边敲树桃子树。看到桃子树还想说要送给杰克，没想到摘完桃子之后看到一个小三。我要出岛玩了。等下，我是不是没票了？我没票了啦，等下我去拿个票，等我。阿邦，阿邦，阿邦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在这种地方会有糖果机呀？算了，懂的人就懂吧，搞不好就是叫做现代艺术的玩意啊，关姐。茉莉，我准备好机票了，总共10张哦，你最好不要让我用完之后都没有遇到杰克。请带我出门。不要拖拖拉拉的。啊，是不是杰克不喜欢粉红色的萝莉装啊？谁的服装店有可爱的衣服可以让我穿呢？真是太辛苦了。杰克，我带了小……水蜜桃给你，这只好像还不错哎。阿姨哦，你该不会也是来这座岛修行的吧？这只猫算很可爱，只是它的衣服真的很丑，上面有一个一的符号，如果没有那个一的符号就好看多了。有点想要这只，算了算了，不要。虽然我喜欢你中二的样子，但是你不是杰克，你就是那种，英雄动画里面的配角吧。虽然也是很强，但是永远只能当配角。再见，再见了，阿姨。赶快出发了，不要再问我那么多有的没的，还不赶快出发？这样子我真的会越来越没耐心呢。哼，居然是鸵鸟，怪鸵鸟。哎，小兰。你也太橘吧，你是红萝卜吃太多，橘色素沉淀。我们到了发财岛，太开心了！可恶，这个石头挡在这里，真是碍眼。我们来发财吧！赶快让我过去啊！太棒了，这些都是钱。哦，好恶心哦！居然是蜈蚣，杰克，快来救我！杰克都不在，可恶！算了，不要在那边假装自己很虚弱。大钱，大钱，大钱！哇靠，三代哦，烫的啊！今夜做梦也会笑，送送送，爽啊！好惨哦，遇不到杰克。可恶，到处都遇不到杰克，害我在穿着这个女装到处跑，可恨。走，我们再到下一座岛吧。你们都快睡着了，你们去睡啊，去睡没关系啊。我觉得今天可能会刷不到，哎，好惨。我可能待会也是收工吧，明天，明天就不行啊，明天。可恶，我可能会刷到很晚，好吧。大家如果遇到可爱的、我喜欢的，我就直接不是那个杰克也没关系。对啊，如果是蛋糕的犀牛也不错，那只蛋糕的犀牛我也是蛮喜欢的。哇，这里有水蜜桃哎，我来摘水蜜桃，待会如果遇到杰克就可以送给他了。啊，杰克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杰克，杰克你在？杰克，杰克，怎么是这种丑老鼠啊？屁呀！哦，没有，我是经过而已。再见，我在赶时间，再见。可恶，水蜜桃的岛都没有杰克，都是一些小三。杰克，我相信这座岛一定会遇到杰克的。杰克，不是杰克，是一只狮子啊。晴天。谢谢你寄给我安慰的礼物，谢谢。我待会玩完再来看是什么东西。杰克，杰克，
这座岛怎么那么多？哦，有蝎子耶！哎，我怎么那么多蝎子啊？这里，我该不会来到蝎子岛吧？还是刚好这里？哎，是蝎子岛哎！哇，是蝎子岛，居然是蝎子岛，好开心啊！谢谢。这就是蝎子岛，看起来还蛮梦幻的，一堆花、啊。我想象中的蝎子岛是寸土不生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啊啊！哈哈，我被咬了。对，没关系，明天再寄也可以。哦，好危险哦。可恶，虽然没有遇到杰克，但是还是拿到了这个蝎子岛。我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大赚一笔钱。如果杰克喜欢有钱人，我就可以包养他了。是说那只牛都没有被咬，抓到蝎子了，把这些卖了，我就会变有钱，然后杰克就会被我包养，太开心了！啊！我又被咬了！哈，怎么又这样啊？可恶！讨厌！哪里还有蝎子？那里有一只，我一定要把你抓回家。拿去卖，然后赚大钱。啊！又来了，可恶！怎么那难抓、啊？太不爽了吧！我一定要抓到，绝对不会放弃的，至少要抓的荷包满满满。哦，我看到蝎子，哦，有两只，那里有三只。哇、哦，我可能要离远点，比较安全一点。这么多蝎 又来了！可恶！讨厌，怎么会这样啦？可恶，这些蝎子真是太可恶了，竟敢让我这样！哦，抓到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我把你带回去煎煮炒炸！哦，抓到了！看你怎么逃，真是太可恶了，这个小东西，坏小孩！哦，抓到你了！你还会有吗？哦哦，哇哦，哇！我在练习抓，可恶，这好好啊，在海边。哦，都看到我了，好危险，而且是两只，可不可以一次抓两只啊？啊！抓到了！那只在后面，那只在后面！又昏倒了！那只在后面，那只在后面！它要咬我了，它要咬我了！又来了！抓一只就昏倒一次，可恶！我不要再昏倒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再来抓一只，带回家。逃走了，逃走了！可恶！可恶，居然逃走了！到底哪里还有蝎子？机会哦，连那个高处都……他下来了，他下来了，好危险！原来蝎子在上面也有啊！哦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好爽啊，好爽啊！
哦呦，一堆耶，在那里。太危险了吧。可恶可恶，气死我了。可恶，我一定要抓到那些死蝎子，看我把你带回家煎出臭子啊。 又来了。可恶，哎呀，受不了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，这些蝎子实在是太可恶了，看我怎么把你们全部都抓走。献给我们的杰克大人。快点来呀，我会把你带回去卖掉的，不要害怕。给我过来，这种小东西还敢在那边威吓我，那么小只。太过分了吧，我刚刚没动几下他就给我冲过来了，好像是我抓了一个他的伙伴，他就看到想要报仇似的。啊啊啊啊，我没做什么、又来、没做什么也是被抓。走吧。为什么我明明没有抓他，他突然从后面我没有看到的死角出现，吓死人啊。可恶，为了伟大的杰克大人，我一定要抓这些蝎子赚大钱，让他臣服于我的脚下。死东西，看我抓到你了吧，开心死了，把这些卖掉，我就要来包养杰克，并有钱做杰克就臣服于我的脚下了吧。给我过来，这死虫子啊，打屁啊，可恶，竟敢咬我！我一定要把你抓起来！太可恶了！我好生气哦！这些死蝎子，看我怎么料理门，煎煮炒炸，把门浸在高粱酒里面做成蝎子酒。死东西，看我抓住你了吧，还敢咬我，哈，不要活了吧。啊啊啊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，蝎子怎么那么难抓啊，是我技术太差还是太笨，这些蝎子真是太过分了吧。哦呦，那边有一只。
回来，带你回家卖掉。太开心了，抓到了一只，再来一只吧。那里有一只耶，那就抓那只好了。哦，我看到你了。啊，后面有一只，可恶，竟然偷袭我。可恶，竟然被偷袭了。前面那只我在抓了，后面就突然空袭。太可恶了，这些蝎子实在是阴险，阴险的蝎子，好阴险哦！耶、yeah, ！抓到了一只。哦，我的口袋满了。哇，我抓好多、哦！这个桃子不要了吧？那么便宜的便宜货，一颗500块的桃子，太便宜了。好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其实已经很多了，这些卖卖真的不少钱呢。我要回家了，再见了啊！这个村民还没有跟他讲过话呢。Hello，Hello。晨曦啊，你在这里都没有被咬啊？那么危险的地方居然还在这里。再见，再见了，我要回到岛上了。再见了，蝎子，以后都不要再遇到喽。我想回去了。虽然你带我到蝎子岛，可是我希望我能遇到杰克，求求你！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这么蓝？蓝莓吃太多，豆沙，豆沙是蓝色的。好好，再见再见啊！我现在懒得，我懒得理你。可恶！杰克，杰克，我来到这座岛上，一定可以遇到你的。这只黄色的鸭子到底是谁？还穿着尿布嘞！理查，哦，原来是理查、哦。对，玩到十一点真是太惨了，我还没吃晚餐呢、啊，到现在都还没遇到杰克，真是太惨了。杰克，我来了，这里应该会遇到杰克吧？那里有萤火。哈姆太郎，居然是哈姆太郎。最喜欢的东西是向日葵的种子。豆豆哥，快快跑吧，哈姆太郎！嘿，哈姆太郎！哈姆太郎！哈姆太郎！我不要哈姆太郎，我要杰克，异色瞳的。可恨，可恨，气死我了！太不爽了，我要把这个树都砍了！可恶，不给我杰克，哈姆太郎，又是哈姆太郎，气死我了！又是哈姆太郎，我把这个地板都挖坏。可恨，太生气了！这些花都不值得活在这世上。没有杰克，我就把这些花全部都毁了。气死我了！啊！可恶，把这个树都咬到断掉。好，我们再到下一座岛吧。路德里，你再不带我到杰克的岛，我真的要火冒三丈了。茉莉，今天又再给你一次机会了。你一定要带我去杰克的岛上，或是阿笨哦，不然我就给你好看。啊，我没有机票了，等一下，我回去拿个机票，居然没机票了啦，可恶，机票又没了，啊，再拿十张，讨厌，我已经快要用到100张了啦。你给我带我去有杰克的岛上，不要逼我变成可怕的大叔哦。哇，有桃子耶，我摘一些给杰克好了。又到了有桃子的岛，想杰克应该是喜欢吃水蜜桃吧。居然是食尸兽，我刚才看到你了，你是安东尼吧？早就已经遇过你了。可恶，这些桃子，看我把这些桃子全部都摇到地上，我不摘了。
杰克不喜欢桃子，杰克不喜欢桃子，太可恶了！这些树都不该活下来，没有杰克，又是安东尼那个自恋的食蚁兽，我不要，我不要那些食蚁兽。决定要把这些桃子全部都摇摇地上，这些桃子永远都不适合活下，把这些桃子都卖掉。哼，我要当一个大富婆，然后包养杰克。哼，我想的真是太完美了，当桃子的水果大亨。我就是路人实况，没错。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我的心跟工具都准备好了，就是一颗爱杰克的心哦。萝莉可陪，让我的心 unlock。现在只剩你一个人，对啊，没错。我看其他实况组这个时间都人满为患，可能有几百个人，但我这边就是没人，因为我本人就路人，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的直播，可以多多帮我宣传哦。对，现在我发现自己的卖点好像是尾音吧。可以分享给喜欢尾音的观众。对，尾音跟大叔音的观众，对，不错。刚才小 G 跟 Miki 已经去睡觉了，他们明天要来刷岛民。这只很帅耶！哇哦，这只很帅耶！银格，你也是从其他岛来玩的吗？我的名字是银格。卡蛋刷居民是我继叶子跟伟静笑得最狂的，拜托，很辛苦哎，刷居民多辛苦。银格啊，就银格了啦，好啦，很帅哎，他好像是武士类的哎。好啦，就这只了啦。虽然没有杰克，不过银格好像也不错，那就让你来我家。岛上吧，虽然我不喜欢蓝色啦，对，对，但是还是让你来就好，对，就让他来吧。虽然他我没有到非常喜欢啦，不过他盔甲的部分是让我还蛮喜欢的，对。但是怎么可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种，很难找到啦，所以我打算就邀请他来吧。对，好啦，晚安。你要用尾音跟你讲晚安吗？要吗？想要尾音的晚安吗？晚安 ，Miki。早点睡，明天早上起来才能继续刷村民哦。好，好了，就让你来我的岛上了。说得好耶！ Yeah! 欢迎你来到我的岛上，随时都可以跟我 PK 哦。没有，我没有很爆笑哎。你觉得尾音很爆笑吗？啊，完蛋了，抓到了一个鸟类银格。我们岛上有一只岛民叫做大大，也是很喜欢练肌肉。好啦，晚安各位。我抓到了一个喜欢的村民，我一定要把这些花全部都弄破。可恶，这些花都不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为了庆祝，一定要让这些花全部都死绝了！啊，太开心了！我要把这棵树拔坏。太开心了，今天终于结束了。我要到了一个新村民，虽然不是杰克啦，啊，这是一点遗憾的部分。没有，我是卡蛋叔叔，不是卡蛋姐姐。好啦，姐姐也是，叔叔姐姐。好啦，那就晚安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底下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想看更多的话，订阅小铃铛，叮，即可准时收看我更多的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一次用各种声线来跟你们说再见。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，因为我邂逅了新的邻居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啦，拜拜，下次见。明天继续做直播。我还不知道明天要干嘛，因为毕竟居民已经弄啊，对，那个鱼饲料的部分，如果明天我的岛上有下雨的话，我们就来钓鱼吧。希望能钓到大鱼，尤其是神仙鱼或是很长的那种鱼之类的啦。
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子啦，拜拜。哇，我们播了四个多小时，有够长的。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明天记得要早睡早起哦。好，再见。